今天的训练科目叫做快乐护理法，我们先来轻松一下，请大家把面具戴起来。今天我们要跳一个舞啊，舞的名字叫做洋娃娃和小熊跳舞。我们先起身站到后面好吗？哎，小茹你怎么不走啊？开始，洋娃娃和小熊跳舞，跳呀跳呀，一二一，他们在跳圆圈舞呀，跳呀跳呀，一二一，小熊小熊点点头呀，点点头呀，一二一。哎，邵医生，邵医生，你是在找我啊？邵医生，看你老坐着不吭声，到底有什么事儿？我想问你一下，你对小茹了解吗？我们可以算是好朋友了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我想请求你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小茹她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呢？你问我，为什么问我？因为大家觉得你聪明，我们看不出的事情你能。我能。年轻的时候，曾经自认为我很懂女人，离了一次婚，我才觉得我对女人只是有一些了解。之后我挚爱着我的女主角，心想咱们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合。可是没想到突然有一天她跑来告诉我说要跟我分手。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觉悟到，其实我对女人真是一无所知。那既然这样，那护士长呢？你为什么还爱着他？爱上一个人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，这是无法抗拒的，就连自己对自己都是没有办法的。只要有了真爱，你想躲避也是不可能的。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刚到宿舍去找过你。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我说你别这样，别想不开啊。哥，回去吧，别担心我。小茹是个不错的姑娘，哎，你想想看，现如今哪个姑娘找男朋友不去数数她口袋里的钞票？可小茹就不是这种人，她提出分手肯定是有她的道理的啊。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，咱也说好了一辈子不变的。我知道。知道就好。小茹看样子是真的不会回头了，你呀要往宽处想啊。哥，我的脾气你知道，什么事情我要是不弄个清楚，我是不会罢休的。
刘敏君是200，签字。小茹，小茹啊，我来给你做吧，有人在叫你呢。我找你有点事，下班以后你在门口等我吧。下班。下班，我要出去玩的，我没有空啊。护士长，今天五病房的病人我检查过了，身体有好转。哦。欢迎光临。咦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啊，我找林小茹，她在吗？她不在。你想干什么？别误会啊，我不是来打架的，我真的有点急事要找她。她来过了又走了。谢谢。哎，她和老板去体育场了。谢谢你。哎，他可来了啊！哥几个拦住他，他可好动手。哎呀！那个人就是你吧？拉我一把。哥们，我看还算了吧，赶紧走吧。别说我们这么多人，就算一对一，你也打不过我。林小茹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真的没爱过我吗？行了行了，小茹，你说一遍，你没爱过我，我就走。但是你要亲口说。我没爱过，你走吧。走吧。小茹，这小伙子还不错嘛。去，你知道什么呀你？哎，雄风，过来，你小子听好啊，以后这种忙啊，哎，不要叫我帮了啊。你怎么了？这些天总是恍恍惚惚的。对了，小少好长时间没来了，怎么了？吵架了？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我们俩分手了。为什么？你别问了。他是不是跟别人好了？哎，妈，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不说，我现在就去问他，我女儿哪点配不上他？不要去，我就要去，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算了。哎呀，小少，你真的不跟小茹好了？为什么？阿姨，您就别问了。不，你一定得告诉我。他跟别人好了。谁？哎，小少，不会吧？是风？
要好早就好了。好好的，怎么又分手了呢？妈，别哭了。他说爱上别人了，我不相信我的女儿是那样的人。你就别再想这事了。是不是那么回事？妈妈心里最清楚了。别人不了解我女儿，我能不了解我女儿吗？你在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不可能又爱别人，不可能。女儿，你说是不是？妈，别哭了。你看我都不哭，你哭什么？妈妈想不通，我女儿哪一点比不上他？
在吗？我是美云。你醒来了吗？建波。来了来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进来坐吧。坐吧。要不要喝点什么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不喝。你坐。啊。你昨天喝了不少酒。是，现在头还昏呢。严重吗？没事儿。今天休息，所以我来看看你。这样吧，我们出去兜兜风。好啊。出来吹吹风，清醒多了。那就好，我就怕你说些不清醒的话。美云。嗯？怎么了？昨天晚上发生的事。啊。昨天晚上，我没往心里去。下车吧。记得我们曾经在这儿放过纸船吗？当然了。现在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那船是纸做的，他走不了多远。是，我也太天真了。可当时我寄托了很多的希望在这些船上，可他们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你知道我寄托了什么样的希望吗？当时我不知道，可是现在我希望跟你在一起。对不起，美云，请你原谅我。我可以原谅你，但我不能原谅自己。我不应该爱上你。美云，原谅我昨天酒后胡闹的话。那你真的是酒后。美云，当我向你求婚的时候，我已经想过了，过去的一切就让它过去，从今天开始做个了断。是的，以前的一切让它结束了。你说什么？美云，昨天我向你求婚的时候是酒醉以后的话，今天我向你求婚是清醒话。别瞎说，我会当真的。我是认真的。来看你那种笑容，像没什么值得担忧，有你的时候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咱们换个角度再拍一张，这次是优秀集体的照片，一定要拍好。哎，将来要放橱窗的啊，来啊。对对对，哎，别挡光了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舞蹈，一上拍下拍左拍右拍，拍来拍去角度总是对着护士长，就是啊，好，准备，茄子，好，哎，小茹回来了，快站好，来，过来过来啊，咱们少了你这个集体就不完整了，好，准备啊，茄子，
小茹，结业了啊！结业了，这是我结业证书。哟，成绩不错呀！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！哎，拿反了！哎，小茹，你真厉害，居然也拿到粮！不错，这确实是我得过的最好的成绩。林小茹，你来一下，我有事找你。恭喜你今天结业。谢谢。好像不是很开心，有心事？我能帮你什么？没有啊，我都已经结业了，还有什么不开心的？你以为你这么说能骗得了你自己吗？你没有必要隐瞒你的感受。那天他当着你的面向我求婚，我知道他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你，我也知道我爱他，所以我不介意，即便他现在心目中还有你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我和他已经断了，至少我已经断了。是吗？他不是已经向你求婚了吗？对，这的确是一个事实，所以我今天找你是想跟你说一声谢谢，因为你已经退出，也许你会为你这样做找出无数个理由向别人解释，可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因为你爱他。无论如何总算告一段落，而我们三个人也就要面临一个全新的开始。谢谢你，我会好好的爱他，就当是对你的报答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祝你们俩在一起幸福快乐。谢谢。可是我这样做，是希望他生活更幸福啊！你以为你很崇高，他失去你以后也不会感到幸福。就算事业上成功了，在感情上会留下遗憾的。为爱牺牲，哎，你总不能把自己赔进去啊！难道我做错了吗？哦，不不不，我没有做错。建波他说过，为了实验室，他可以失去一切，但不包括我。为了他这一句话，我就是牺牲我自己也是应该的，所以我觉得没有错。他是前卫医学理事王女士。你好。脑科专家王医生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两位呢是他年轻的助手，手术专家刘医生。你好。怎么样，王医生？好久不见了。嗯，一年多了吧。嗯，怎么样？上次的会议后来回去以后有没有那个发表？想吃什么东西，我帮你烤。嗯，牛排，一会儿过来找你。
哦，这牛肉不错，是美国正宗进口的。是吗？我还是第一次吃进口的烧烤牛肉呢。啊、哦，这国外比较流行。哎，你在国外没参加过朋友家的烧烤聚会？国外，我根本就没出过国。不会吧？你在开玩笑？美云的朋友怎么没出过国呢？是没去过国外。是吗？我不信。我看你呀、啊，有点像日本留学回来的。嗯，我不是留学生，连旅游也没去过国外，最远只到过香港。真的？我是正宗国内医学院毕业的，我爸爸倒跟日本人有点关系，他师父是日本人。哦，那你爸在日本学医喽？不不不，他是机床工，他们工厂从日本进来一批机器，可是没人懂日语，就从日本啊请了技师，他和技师关系特别好。你爸是机床工？啊，对，后来退休就卖了臭豆腐。李老师说什么呢？这么高兴？他在跟我开玩笑，说他爸爸是卖臭豆腐的，他很风趣、啊。他是挺风趣的。你跟他们说这个干嘛？怎么了？卖臭豆腐怎么了？我反而觉得有这样的老爸，我感觉到自豪。我没说卖臭豆腐不好，只是觉得在这儿说不太合适。讲什么合适啊？他们都是从国外回来的，对你的家庭背景根本无法理解，你跟他说这个干嘛？再说了，我希望你跟他们多沟通一些，以后对你的事业有所帮助。那我该说什么？算了，没事了，只要你不喜欢的话，以后我们就不来了。我没那意思嘛。没事了。这都是对呀、啊。义务医院版的雷雨今天进行正式排练了。这个剧啊，我在团里边是壮志未酬。今天我是很大胆的，用的全是业余演员。我是很有信心把这个戏拍好啊。你们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有啊，我们齐心协力把这个剧拍好。来，看一下，对，我觉得还是拍《天龙八部》好。大哥啊，放下，放下。这个排雷雨那是大伙投票表决的结果，你啊，别再给我提《天龙八部》好不好？啊，来来来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导演，排练。好好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分配角色。哎，导演，我演周平。周平，你演周平？周平，哎呀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我看你演鲁大海，阳刚不足。你演周冲？周冲啊？嗯哼，我觉得周冲太胖了吧。去去去去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你演周朴园？周朴园？我还是想演乔峰。怎么笑话？哎呀，护士长，护士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已经开始排练了。啊，吴导演。我同学昨天送我一包新茶，你泡给大家喝喝。谢谢。你们排练可以啊，我可有个要求，不许太累，注意休息。哎，知道知道。那好，你们先排吧，我不影响你们了。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走。护士啊，走好啊。哎。哎，导演。护士长再年轻几岁啊，演四凤挺合适的。净瞎说！来来来来，排练排练啊！排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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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们认真钻研一下剧本啊！每个人物你们都得认识了以后。导演，哎，别乱翻，别这日记啊！不是日记，不是日记，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些随笔。我是想把我在医院的生活情况写成一个话剧。哎，导演，那这里边有没有写到我呀？哎，给我看看。哎，别急别急，我现在还没写好。哎，我可要告诉你们啊！你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我这个本上，有账可查，将来都是我戏中的人物。嗯，好了，你们就等着。哎，等我出院以后啊，我们把这个戏排好了呢，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到大剧院去演出。真的？哎，导演，你可别吹牛啊。哎，那当然了。哎，不过就看你们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啦？啊！哎，好好好，咱们准备排练，准备排练啊！哎，
排练排练。哎，好，排练排练排练，来，我们开始排练。笛声，笛声。米君啊，给我拿一个新药申请单。哎，你坐下。你快给我拿吧，我赶着用呢，快点。有空来玩儿。你那些快过期的药，就是那些开不出去的。哎，你给我拿到乡下去，哎，好事少不了你的，我帮你卖掉，真的。哎，不过这事要跟马主任商量一下。哦，那你走，快去，哎，走。真有这事啊？院长，我真是亲耳听到的，看样子他以前还干过。太不像话了，他现在在哪？马上要去诊室啊，走。马医生，马医生，哎呀，有好事了。有人呐来收过期的药，哎，反正都快报废了，我们不如处理给他。哎，这好处啊大大的，到时候咱们俩呀平分好了。我走错门了。李雨清，你假公济私，私自处理药品，你说的每句话都在这里边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马医生。院长，我揭发李雨清，不仅自己偷偷的搞不正之风，还想拉我下水，被我多次拒绝。李雨清，你是不是今天又想来拉我？马主任，马玉荣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你怎么把屎盆子往我一个脑袋上扣呢？啊，院长，我告诉你，每次蛇都少不了他呀！哎，你怎么可以一走了之呢？你污蔑！你污蔑！院长，您看见了吧？他死到临头了还要拉个垫背的，我马玉荣清贫如水，意志坚强，怎么能够受到这种小人的诱惑呢？院长，我是清白的，请您相信我。他的问题证据确凿。你的问题吗？我们会认真调查的。马如，你完了，完了！小弟，小王，醒醒！哎，你们快醒醒！醒醒！哎，小弟，快醒醒！哎呀，醒醒！什么事？什么事啊？你们看，看什么？看我的脸。你的脸怎么了？肿快没了。嗯，没了。哎，真的肿快没了，没了，一点都没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肿快没了。你看，好像是消了一点啊。邵医生，我什么时候能出院？啊，可能还要观察几天。别逗了，你是想多挣我的住院费啊？哎，我说呀，今天是个好兆头。你看，今天咱们雷雨演出。诸位，
很高兴大家赏光来看这次演出。这是我们住院部的病友和护士们经过很短的时间推出的这台演出。由于条件的限制，肯定会有一些让人见笑的地方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好，现在就请欣赏话剧《雷雨》片段。大夫开了药就要吃吗？这药我待会儿再吃。待会儿药就凉了，没药效了，喝下去。瞎编词儿，瞎编词儿。这药啊苦得很。良药苦口利于心嘛，喝下去。不，快给孩子们做个表率，喝下去。不，聪儿，聪儿，开始了。哦，快给母亲把药端去，求她喝。是父亲。母亲，把秦风扶起来去。哦，笑笑，干嘛捂着脸呀？自己的戏吗？哎呀，拿不出手，拿不出手。你干嘛那么紧张啊？我开枪了，我自杀了。风雨降临的时候，谁也没有准备好。对我来说，不是太快了，而是太慢了。我爱你，这三个字已经说烂了，我都不想说了。我现在只想说，我只能，我。你怎么了？我太激动了，现在我就等你今天最后的答案。嫁我吧。